姚姚，你可见听为父一言啊。这事儿，宁不疑没有错。为父也见过几次你们相处啊，你二人言笑晏晏，相谈甚欢，谁也不是瞎子。就算不是男女之情，仰慕总是有的。你说的人家心头火热，然后人家向为父提了亲。 我也答应了，婚约继承，宁不疑究竟何错之有啊？我没说他有错，我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我想要的……这世上，人人都想照自己的心意行事，可是又有几人能办得到呢？为父托大一句，怕是贵为九五至尊的圣上。 也有无能为力之时，娘娘，你觉得，就算你不嫁给林不疑，你就能过上你自己想要的日子吗？我觉得他不会为难我。你这么笃定，他不会为难你。 仗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仗着林不疑喜欢你，恃宠而骄吗？你既然都答应了这门婚事，如今又踌躇，这并非君子所为啊。袅袅啊，我与你阿母啊，并非贪恋功名富贵之人，其职之初，本是想守着乡间平安。 保家小文族，这二十余载，我们活力学理拼杀，没有生死家灭，还混出间名堂，也算知足了。大不了这官不做了，咱们回乡间做田舍翁去。啊，这女子嫁人，自古就病如心生，一步错，是终身错。富贵权势与你的终身幸福相比。 不算什么，袅袅，若你真心不愿意和林不疑在一起，我与你阿父就算是撇下这一身官职不要了，也一定会保你，去推掉这门亲事。当下，你跟阿母说一句真心话，你当真不喜欢林不疑？当真不想与他在一起？ 这世上本就没有完美之人，就连你喜欢的郎婿，也不一定能全部符合你心意。就连我与你阿父，也是在磨合当中，才做成了圆满夫妻。这一世，若能嫁你动心之人，何其难得！阿母希望你想清楚，再做决定。 你这么笃定，他不会为难你，仗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仗着林不疑喜欢你，恃宠而骄吗？你既然都答应了这门婚事，如今又踌躇，这并非君子所为啊。林将军说。 怕你又赤足贪凉，特意猎来巨蟒做的这双蛇皮履，不会闷热，又不会太凉，说四季都能穿。